呢，也是意味着将会进一步的推动高雄和香港的合作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出访香港第一天就抢下26亿元订单，上任不到三个月，卖菜郎拼外销，成绩有目共睹。圆滚滚的芭乐依重量区分，农会人员在忙着一一筛选装箱。燕巢芭乐光是三月份已经卖出9吨半到新马，6吨半到大陆，还有2吨到香港，总计超过17吨。跟往年相比，一整年只卖出12吨，足足成长17倍。大家嘛听到我安尼探访啊，大家足欢喜，足感恩。货卖得出去，农民当然笑嘿嘿。燕巢芭乐19号才出货6公吨到台商科技公司，首航到深圳1小时立刻卖光光。农业局长吴方明在脸书抛出好消息，芭乐赚到15万盈余，财团也把红包带来分送给农民。足欢喜，因为要唔捌碰到讲吼，即个外销的物件处理。啊，搁有加增加这条额外的收入的。我较早大陆，我拢无出，啊，我今年吼已经出差不多50栋出去啊，这啊，我嘛有出20几栋啊。除了芭乐卖得下下轿，前阵子盛产的阿联蜜枣也狂卖37吨。韩国瑜兑现选前承诺，到处出访抢订单，果然高雄水果不断卖出去，也让农民乐得发大财。记者陈胜一、庄全程、洪富仁高雄报道。